吴仲戈，河南洛阳人，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，东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太原舰舰长，从军17年来，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战备演训和中外联演任务，多次参加海军驱护舰训练大纲编修，8篇论文在专业期刊发表，2项成果在海军和战区海军推广，先后荣获全军4有优秀个人标兵，奋斗新时代海军优秀青年，荣立2等功一次，3等功两次，严管厚爱是他的本色，运筹帷幄是他的风格，敢为人先是他的特点，10余载灯火严战严训，练就了破险局斗强敌的坚强本领，数万里波涛为国为疆，践行了当先锋打头阵的崇高使命，他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舰艇指挥员忠诚担当。